如果你可以改变麦块，你会改变什么？哟，我是羽毛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改一下麦块的样子。对，这个麦块太无聊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改变一下它的样子。那至于要怎么改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先叫出我们的小画家。好的，小画家叫出来后呢，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麦块了。首先，我先弄一个太阳好了，我先简单画一个太阳。太阳的话要橘色，对不对？我们画一下橘色，然后哦，好丑。太阳，然后简单的光芒要画上去，然后我们把它涂黄色的颜料，哦，有涂起来啊，黄色的颜料涂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加一个太阳眼镜好了，对，我们的太阳一定要有太阳眼镜，我画的真的好丑。好的，好，然后把它涂满我们太阳眼镜。好丑哦，真的好丑，不是好丑，好赞，真的好赞哦，非常好看啊，非常好看。好，然后我们在最后加一个笑脸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太阳，我们改变一下我们麦块的太阳 ，Go。我又稍微改了一下，你们觉得有比较好看吗？麦块的太阳，麦块都被我改变啦。没错，今天的麦块呢，变成了我改变的麦块。你看草地，你看草地，你看草地。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？哇，好可爱的花哦！继续看一下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村庄嘛，我们来看一下村庄。鸡有换吗？鸡，看一下 chicken， 哦吼，好可爱哦！哎呦，这就是我改变的鸡吗？太好笑了吧？哦，我比较好奇村民，村民，这是什么？是火把吗？火把变好可爱哦！你看我的火焰，我的火焰变得平的，变得平的。哦，好赞哦，好赞的火焰哦！铁巨人的肌肉，哦，他的眼睛其实蛮可怕的。村民，你好。哦，村民好 sad 哦，这边的村民怎么好不快乐？怎么会那么不快乐呢？哦，好可爱哦 ！Hello， 羊，羊长怎样？羊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动，好卡哇伊。你先不要动啊！粉红鼻子的羊，好可爱，好呆哦。Hello， 好，我们一样啊，先做出，哇哦，这个样子好可爱，这个装备蓝。好白痴哦！我们要先做出这个工作台哦。今天呢，除了改变一下这个麦块的外观之外呢，我们其中还有加了一些小东西哦。我们可以看到有铅笔哦，铅笔，然后还有很小支的铅笔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印章。然后是什么？这是尺。看来我们需要很多，有些铁，我们要学铁锭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削铅笔机吗？现在还有人在用铅笔吗？然后这个是什么？lead 应该是铅哦，铅的话需要用打火石加铁锭，所以我们的今天的目标呢是要挖一些铁，然后做出这些文具用品，然后看一下这些文具用品有什么功用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甘草滚分解成小麦，然后做成面包的样子啊，它的面包哦，好可爱哎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面包，然后一样挖个石头吧，这稿子也太可爱了吧。这稿子，哇，真会画画。OK， 好，我们挖些石头啊，一样升级工具。苦力怕，等一下，怎么会有苦力怕？哦，他深邃的黑眼睛。哦，拜拜。猫咪 ，Hello， 猫咪。哦，猫咪好。被我吓走了。好可爱的猫咪哦！好，我们把一些工具给做出来，太可爱了吧！这些工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橡皮擦！怎么有橡皮擦 ？OK， 啊，
橡皮擦，橡皮擦可以干嘛？他说橡皮擦可以擦掉方块跟生物。哦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可以把它擦掉哎、欸、！Hello， 这边是困住的村民吗？我要把你擦干净。他被擦干净了！哇，我有最无敌的武器了呢！这橡皮擦也太强了吧！确实啦，如果在这个画画的世界里面，橡皮擦应该是最强的消除工具，最强的武器了吧？它可以把一切都变成白色，干干净净的。好，我记得下面有一只苦力怕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要把它擦干净。嘿，擦干净！我们可以擦干净，擦出一条路上去。好赞哦，好赞哦，这个橡皮擦。哎、欸，牛牛，牛牛你好，牛牛好可爱哦，这只牛好像也很呆哦，而且这个水好清晰哦，我好喜欢这个水哦，这个水下面什么都看得到哎，不知道如果遇到岩浆的话，岩浆会长什么样子哎？有没有铁啊？哦，这个是铁吗？这个看起来很怪哎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铁圆框哦，铁圆框是粉红色的 ，OK。哎、欸，不见。铁圆框是粉红色的，就这个框 ，OK。有了，有了，有铁了，有铁了，我可以开始烧铁了。好，熔炉开烧。好可爱哦，我好爱这种风格哦。好，我们有烧一些铁锭了，这个很可爱的铁锭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，除了可以做衣服之外，好可爱啊，我看一下可以做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。铅笔的话，铅笔我们需要铅欸，铅要怎么做啊？要用打火石 ,OK? 打火石的话需要那个欸，需要砾石，我们要看有没有砾石，这个是砾石吗？对，这个是砾石。OK, 我们有大量的砾石了。哦，僵尸！僵尸看起来好可怕哎、欸，不见！僵尸的样子比那个原本的麦块僵尸还可怕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个，这个需要铁锭，有我铁锭啊，哦，我还要再做成打火石 ，OK？ 铁锭加碎石会变打火石，有打火石就可以做铅了。我们先做一个铅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。我们可以做的铅笔，哦，铅笔需要相思木材、桦木材，哎，桦木材有啊，哎，有嘞，可以嘞，有了有了，铅笔有了，我们第一根铅笔出来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叮叮叮。这感觉是用来打怪的，感觉打怪会很强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是剪刀加这个铅笔变成短的，短的它是好像可以变成火焰铅笔耶，所以呢，我先再做一个铅，然后哎，打火石又还我哎，白痴，我还做那么多打火石干嘛？剪刀加铅笔，有了有了，短的铅笔有了，我有短铅笔了。短铅笔是干嘛？好像是烧火焰的吗？哦哦，短铅笔是射箭的哦，短铅笔啊，哦，所以长的铅笔是近战，偏近距离攻击，然后短的铅笔是。远距离攻击 ，OK， 我有两把武器了，但是还是比不过我们最强的武器橡皮擦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哦。这个尺，我们可以做尺啊、哦。这个尺是干嘛？他说可以打怪物哦，所以又一个打怪物的了。这个打怪物可能有点像击退的那种感觉、哦，我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做，其实做的蛮快的。我们还有这个哦，这个要好多铁哦，还要好多铅呢。这个是削铅笔的。然后跟我们的印章需要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。然后要铁方块，所以我还是需要一些蛮大量的铁。你看我有尺哎、欸，我可以打你的小手手。谁要被我扁啊？被我这是什么？剪刀？哦，有剪刀，快扁你！他是剪刀，剪刀扁，点打你。好像好有点不太痛，好像真的是把它打远的、欸，剪刀是不是？看我的尺，啊、等一下我要死了！哇哇哇！补血，快补血，快补血，快补血！我需要，
这个尺的攻击力好像有点低耶、欸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我等一下试试看铅笔好了，铅笔感觉比较强。Hello， 我来找你报仇了。快！哦，有了，打死他了。他掉剪刀，这剪刀可以干嘛？这个剪刀是非常利的剪刀哦。他说可以切水果，哈哈，剪刀切水果。哦，这个他可能快没血了，所以我刚刚射他一箭，他就死了。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试试看这个很厉害的感觉的铅笔。来吧，来吧，接招！嗨，哦，嗨，哇，好像很强哎、欸。嗨，哇，好强哦。这个剪刀也太强了吧！不是这个剪刀，这个铅笔也太强了吧！哇，打一下死嘞、欸！看来我们找到更好用的了。啊，这个剪刀，这个剪刀可以攻击人吗？你们怪物要给我试一下剪刀啊！有了有了，我好像看到僵尸了，我看到僵尸，还有苦力怕。我先把苦力怕擦掉好了，苦力怕比较可怕。剪刀剪刀，来来来，试试看。哦。会让他中毒哦！哇，让他中毒哎、欸！这个剪刀好猛哦！哦，所以这个剪刀让他中毒，然后再加这个铅笔攻击力，会超强的、欸。但是还是没有橡皮擦强啊！橡皮擦真的太强了。哦，我看到岩浆了！哇，岩浆！哎、欸，这是钻石吗？岩浆长得也好可爱哦，荧光鱿鱼，铁镐马上来，有的，我的铁镐完成啦，我的钻石我来了，这应该钻石吧？哟，真的耶，两颗钻石，钻石的样子好像一颗蛋哦，好像是什么异形的蛋哦。好，现在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做下一个东西了，我先烧，应该是四个吧，四个铅。然后再加四个铁锭吗？哦，僵尸，等一下，我要试什么？剪刀，攻击弓箭，哎，射不出去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他死了，哈哈，这文具好强哦。我做四个铅之后，然后是怎样做啊？这边，四个铅再加四个铁，有了削铅笔，他说可以让你的铅笔更尖。哦，谁在偷射我？我有这个，我有铅笔哦，哦，很强的铅笔。这个削铅笔要怎么用啊？这样，哦，它吃的，把这个削铅笔吃进去。哦，用来升级锋利一。哦，我的铅笔附魔了。哇，好强哦！哇，我好像要一直升级呢，这样可以升级到锋利一百万，是不是？要升级锋利一百万。好，我们差最后一样东西了。最后一样东西，我们需要一个白白的东西哦。哦，村民，邪恶村民。哦，再见了，我要铅笔戳你了。哈，哈，好强哦！我有橡皮擦。把你擦干净，真的好强哦！橡皮擦，不知道可以把中介龙擦干净哎，把你擦干净，再见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有了这个是那个吧？哎，我被幻术了，它是那个画布。哦，上，等一下，后面有那个。哎，小。好像他要回他这个画布在回血，这应该是画布吧？啊！等一下，我中毒了！等一下，快吃东西！有了，掉了！快，我们先躲起来，躲好！什么都看不到我。我们先烧一些，哦，好多铁啊！然后我们应该可以做那个了吧？我们应该可以做我们的印章了。这个印章哦，他说他可以复制贴上，他可以复制贴上方块。先做一个这个，然后把这个画布，这个是画布吧？然后这样子，有了印章做出来了，我有印章了。好，我们马上试用看看这个，这个印章的功能哦。这印章是要这样吗？哦，复制了，然后，哦，复制贴上，
复制贴上，源源不绝的铁一直有。这样的话，我再去找一下钻石，然后复制一下好了。这样我就钻石整套嘞，贴上钻石，贴上钻石，贴上钻石啊，好多钻石，贴贴贴贴起来，有了有了，钻石钻钻石钻，然后再复制。贴上，贴上，贴上，贴起来，贴起来，呜呼！要富有就是这么简单，衣服、裤子、帽子跟鞋子，哈哈哈！哇，整套的，好可爱哦！我有钻石装了啊！接下来要干嘛呢？没错，我们做完了所有的东西，接下来就要去打中介龙了。我们回到地面上哦，刚刚说有剪刀可以让生物中毒，对不对？除了让生物中毒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剪树叶哦。剪树叶会掉金苹果，太赞了吧！太赞了吧！太赞了吧！我先捡满一组金苹果，谢谢。好赞哦！哇，不管捡哪个树叶都会掉金苹果。哇，我是金苹果富翁啊！哇，我好多颗哦。然后我们要顺便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个嘛铅笔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不要忘记升级我们的铅笔。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升级一次耶，我们先试试看好了，可不可以再升级一次呢？好，我们做出一个削铅笔机，然后我们削削看哦，看看可不可以再削一个铅笔。刚刚是锋利一嘛，我们再吃一个。OK， 变成锋利几啦？锋利二，可以耶。OK， 开始附魔。好，我们削铅笔削了多少根呢？看一下，30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30的铅笔到底有多尖，可不可以刺进去那个铁巨人的心脏呢？心中杀杀给哦！等一下，还行，但好像不太优。我们继续削铅笔，最后几个，我快吃到吐了。一，吃完啦，我们的铅笔锋利100，好爽，好爽！我们来试一下，好像没东西给我试嘞，我们就去试中介龙吧。出发！哈哈哈哈！我只有铅笔擦擦。哎，其实我说不定不用附魔附到100啊，我用铅笔擦把那个中介龙擦掉不就好了？像是我可以把安德给擦掉，擦掉。擦掉，擦掉，不要对我生气，因为我会把你擦掉。哦，爆炸特效好可爱哦！哇，哇，还射那个亮亮，好恶哦！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些安德给擦掉。等下中间龙下来，我会把它擦掉。哦，它下来了，我可以擦干，把它擦干净吗？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！我先吃个金苹果。然后把它擦干净，把它擦干净，擦干净，好像擦不干净哎！啊，不能把它擦干净 ！Oh no！ 那我只能敲它了，是不是？我打不死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打它没伤害？哦，因为我这是铅，我是用这个才对。Hello， 我打他没伤害哎、欸，我打他没伤害，完了，我打他没伤害，为啥？